天都没亮。你觉得天赋和努力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我觉得天赋是基础，天花板一样的东西，但是你没有努力，一辈子都够不到天。那如果碰巧我就完全没有天赋的话，但我很努力，你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特质吗？这总比躺着好。给我面试官好。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的经历？各位老师好，我叫薛振杰，目前就读于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。我叫蔡坤廷啊，我在那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读书，现在就读的专业就是会计跟法律双学位。我叫邓冰莹，今年22岁，我本科就读于西南政法大学，我在学校有多次获得一等奖学金。叫何运成，然后在校研究生的期间呢，我还和一个室友啊，我们两个人一起承接了一项简单的民事案子啊，现在是调解顺利的结案了。那你想要当律师？我觉得希望我也能成为一个可以为别人提供帮助的一个人。大鹏一日成功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假使空缺时下来，亦能点穴苍明水。我想一定是一个更阔的舞台，才能大有可为。你觉得好的律师的标准是什么？16个字：做事沉稳，专业精通，守信守时，然后最后是风趣。来不及做哎，思路到了不能被打乱了。小薛特别重视这一期的主题，雨辰真的厚积薄发哦。3:04之前，事实法律问题，我想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4:04之前，基本要能出稿。你能成为一个好律师吗？我相信我可以，但我现在还不是。好看。把我们的一个月修得的所有的技能全部发挥在这个庭审中间。听说律师明年会展现应有的风采，加油吧。我们走，实战成功。加油。日后我会成为全国扬名的法律人。10年后要成为像徐律一样超酷的律师。10年后我要成为高级合伙人。10年后要给妈妈买大别墅。10年后我要成为不太累的合法。10年后我要成为超级社会精英。那你告诉我，是因为你的简历不如别人漂亮，那我们选你的理由是什么？各位面试官好，我的姓名叫贺新蕾。面试官好，我叫詹秋怡，今年23岁。我叫李金叶，叫刘玉成。各位尊敬的律师您好，我是王笑。我叫丁辉，是来自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的朱一修。我本科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23，同时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和研究生考试。在研究生期间是就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硕士专业。我本科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专业，研究生毕业于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院。我于2018年通过了法考，目前是乔治城大学法学院的应届硕士毕业生。在本科期间，我通过了英语专业8级，也在去年通过了我国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。我是以436分的成绩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。是今年6月份的时候，从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法律硕士专业毕业，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硕士专业。我今年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，取得了法学硕士学位。我本科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法律系，在毕业的时候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和英语专业8级考试，也获得了北京市优秀毕业生和叫优秀毕业论文的奖项。之后我被保送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，攻读国际法学硕士。在研一的时候，我代表北师大参加了全国海洋法英文模拟法庭邀请赛，拿到了最佳辩手的称号。在研二的时候，我经过学校选拔，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进行学年的交换学习，最后以第四精神的成绩结束了一年的交换。在研三的时候，我申请了英国和美国的法学院，获得了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录取。我个人的规划是想成为一名代表中国的国际法律师。我有2段实习，一段在大二是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，另一段在大三是
士，辽宁一品律师事务所。我有过三份律所和一份法院的实习经历。在去到美国以后，我也参与了一个有关国际难民庇护救助的法律研究计划。读研期间呢，曾经在上海大成律所跟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有过短暂的实习。毕业之后呢，我说了一年的律师助理。首先第一个是一个反垄断限制期的一个合规工作，然后参与了一个反垄断申报的末期项目，后面参与了一个银行招投标的项目。华政度过的三年期间，除了完成基础的本科教育，我大多数课外的时间全都用在辩论。在我大四的时候，正好是南海仲裁案，我就把它作为了我的本科的毕业论文的题目。国际海洋法它不仅和国家利益相关，它其实和政治、历史乃至国际关系都是联系非常紧密。所以说，在本科之后，我就非常有规划的去同时，比如说学习国际海洋法、国际公法，以及参与国际法的实践。总有新的蓝海领域出现，比如说最近今年先出现的不良资产处置。I chose like several courses in American public. Based on the situation which was set up by the commentator. 我觉得我就应该是在律所，是太喜欢，太想要成为一类，尤其它是一种叛逆，不如说它是我遇到的自己想成为的事，我更有勇气，更有动力。希望能够尽自己的所学所能来为这个社会出一份力。可以说，国际法律师是中国的另一艘航空母舰，我愿意做其中的一名国际法律师。如果在事业和家庭之间选择，你会选择哪个？我会选择事业。决定你能走得多远，以及你的目标能到多高，还是取决于你本身的。中国律师就像一艘航空母舰，帮助中国去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，然后维护我们的权益。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心理意义上的航空母舰。那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个理由，说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你呢？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经验的。我觉得优秀的人应该到优秀的平台，同优秀的前辈学习。和优秀的同侪共事，我是一只想成为鲲鹏的菜鸟。我认为自己是一个认真的普通人。我的梦想在每个醒来的早晨敲打我的心房，告诉自己成功的道路还很漫长。我的他觉得我搞砸，我有时候觉得自己能不能胜任。表达自我主张，展现给你年轻的一样宽阔的胸膛，所有经历风雨都温柔坚强，所有青春无悔，烦恼与成长，所有奔向未来的理想与张扬，所有冲破捆绑的热爱与癫狂。今天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那么多童年，也没有那么多的历史，请你为我骄傲鼓掌。今天走向这胜利的远方，我要让这世界为我激荡。步入这套律师吧，把我们的一个月修得的所有的技能全部发挥在这个庭审里边。代理人郭旭、薛俊杰、李浩然、何运成、邓冰莹、梅珍、蔡坤平、李晨，让我们一起拿到奥斯卡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这次上班来就是带了什么呀？哎，如你所见，我带了几本民法典过来，让大家看一看，一共是五本。为什么是五本呢？因为今年是我们的 offer 第五季啦，所以给大家带了点小礼物，纪念品。妈妈的，祝你生日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我先去啦。